On Landy Wen's most recent visit to Singapore, Razor TV took her to Arab Street to pick up Christmas presents for family and friends back home. We checked out Loft, a shop selling quirky items with unique designs. Hello, 你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 Wow, 很多不同的饰品，就是任你挑哦。 真的让我挑，然后都免费吗？ She herself is an artist that is very much open to change. This is not only shown in her multiple image changes throughout her 10 years in the industry, but also through her experimentation with music. 那在专辑的部分，其实在这一次为什么想要用我的主打歌 D.I.S.C.O. Yeah. 对，当主打是，我希望，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 70-80年代 disco， 是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 流行潮流前卫都是代名词，就是 disco。那所以我会希望在这个新世纪里面，然后用我的 land disco，land disco 来引领一个属于温岚的红潮啊。对 ，She was happy to clear the air about her controversial new song, where some online citizens accuse her of copying a Korean singer Yan Zheng Hua. 那谈到这首歌，就是 D.I.S.C.O. disco，我就有读到一篇报道 mm-hmm. 说你有这个抄袭之嫌呢，就是抄袭这个韩国歌手的歌严正花。 这首歌其实是原曲是韩国的严正花，对对对，但是我相信看有看过 MV 还有听过歌的人，因为我完全把它。 重新再编一些歌，然后我没有加了一些比较古典像有大提琴一些弦乐的部分，那我相信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主要我的想法是，其实好听的歌我就希望让更多人听到，拿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华健歌，华星，华星这首歌的原曲是来自日本冲绳岛，对，那但是如果它没有被华健歌这样 广为流传的话，他永远就只能待在冲绳岛。对，那现在我也希望说，我觉得像这首韩国的这首 D.I.S.C.O 那么好听，他应该要让更多人听到。是，对，我可以说你是从他的歌曲吸取灵感，可以这么说吗？对对对，那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很喜欢韩国歌手的歌曲？ 韩国歌的话，我喜欢他们歌手的声音。对，我觉得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种很吸引人那种沧桑的一些特质在。对对对，那你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沧桑的吗？因为我听你的歌，我不感觉不到你的沧桑哦，我觉得你是你活力的。所以想就是觉得自己在声音上没有到那个部分，是就是觉得很羡慕他们那个声音，声线特别的 高亢，然后那种很激昂，然后但是又带一些沧桑的那种。那你自己本身喜欢什么曲风呢？因为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是跟吴宗宪合唱这个《屋顶》，那种很抒情的那种歌曲，后来慢慢的你就转到这个 R&B 的曲风。 R&B， yeah。可是你自己本身呢，你是比较倾向于什么曲风？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一些像 Reggae。 Bob Marley 那种，I see。然后还有一些其实一些轻抒情摇滚，对，抒情摇滚。然后还有像 disco， 我也是很喜欢。因为我发现 disco 它是这种，它是没有任何年龄层限制，而且每个年龄层接受度超高。像我发现像说 hip hop， 可能就是一些年轻的喜欢跳舞的。 朋友才会有特定族群，但是 disco 是老人家听到 disco 也喜欢，小孩子听到 disco 也喜欢。对，就是我就希望这一张就是 Dancing Queen，那顾名思义，我想在这一张用一个全民舞后的角度，然后开始。对，所以你就是想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听众群。对对对，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让我自己跟大家更 close。 The sexy singer appeals to not only male fans but also female ones. In the next clip, Landy tells us that no one has dared to stalk her yet. Find out why.